主料：冬瓜500克，豆豉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蒜头30克，蚝油2汤匙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冬瓜去皮后切滚刀块，蒜头剁碎，豆豉备用。炒锅放油，把豆豉炒香，炒香豆豉拨到一边，然后加入蒜末再炒香。这时加入冬瓜拌炒2到3分钟，加入适量清水，加盖焖至冬瓜酥烂，加入盐、蚝油炒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无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